哎呦，今天闭嘴！押金，押金，啊，不对吗？你会不会做节目啊？你其实这太过分了，人生啊，报应啊！记得好，以前评比你不记得吧？哈，我想想，好恐怖。对啊，你以前怎么对我的？有人报仇了，一次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奇怪，这一段我嘴角一直上扬下扬。大家新年好！今天我穿这件衣服，不要以为我很喜欢这件衣服。恭喜发财，赖威如送的。我真的好想杀他。很应景啊。应景吗？要不要叫他送你？紫金之剑。啊，不对吗？格斗天王。对，因为两首歌的那首我用的那个音乐差不多。183的迷魂记，王子变青蛙。命中已注定，是我太任性。你的花言巧语，把我推入陷阱。哎，老板没有干假的好吗？是煎熬还是存在？我听一下，因为两个差不多。煎熬，王心凌跟孙协志唱的，应该就是《西街少年》。我不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会有多么煎熬。就算是我傻得可笑，失去当真得到，只要能够对你好。张韶涵，陈乔恩，这很偏门的，这绝对不是主题曲哎，七朵花的，为什么以前的歌这么久了，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？应该是不能够相信，居然有人能够超越晴空，再走进我的心里面。不要自己一个人啊！你也歌名都我进的，这不是主攻歌啦，不公平。而且我怎么会让陈乔恩唱主 key 呢？5566的。挑拨吗？答对了。A B 情人。你管他要不你要他，我想这是最好的时机。只是当你哭着说你爱他，不忍离开他。哎，我已经算不错了耶。对。哎，我300多首歌哎。老板有认真做事吗？哎呦，给你闭嘴！押金，押金。你家哥，你家哥，你家哥，你口气的。亲爱的观众，如果你们也能猜得出来，我承认输；如果你们也觉得一句对对太过分了，请在以下留言。有183的那个，他比我以前评比还狠呢。你以前怎么对我的？有人报仇了，一次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奇怪，这一段我嘴角一直上扬下来。你们好狠哦！有酒通告不要接啊。无所谓。无所谓太强了，一直在干扰，我放弃。抒情的吗？抒情的，56的，原点。
老板有认真做事嘛。有太多太多考验，还有太多抱歉，放下我在想着你，你想着谁。哈哈哈跟我比赛，以后就通告多接一点，以后就通告不要接好不好？三个臭皮匠比不上一个诸葛亮。好难哦！他只要不是前三扑，我就要打他。你明知道我在公司重男轻女，你播女的我都很难猜得到。我真的重男轻女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重男轻女。你不觉得我女的很难猜？而且我只有一团女团。我现在只在努力，这个是有印度味道的。你都出不是前三波哎，我不管，你不能给我出偏门的，这样子连观众都会觉得很无聊。你会不会做节目啊？我猜出来大家不是觉得很棒，连观众说哇，出手好棒，出手好棒。你现在观众都觉得我们四个是笨蛋，你知道吗？MVP 情人，翻，怎么翻怎么碎。副歌一出来，绝对就猜到了。怎样？怎样？又怎样？就这样，进去里去闯。怎样？又怎样？易光年。我是爱情漫游，哎，这个节目这样做才好看嘛，大家一起讲嘛，不是都答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已经看到了，三个臭皮匠比不上一个诸葛亮，相信呢，今年呢，我应该会宏图大展。初二是回娘家，那回娘家大家开心，一定要一路平安，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让大家都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牛年，大家恭喜发财，谢谢赖维维维鲁，我恨你啊！